中国风虽然很小众化，但它的美流转于旋律与古诗词的交错中。6月30日，中国华服日收官秀古风新 look 在上海举行，华服与 T 台走秀、昆曲与电音、古风音乐与宅舞的融合，带你领略一场连接时空的特别感官体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昆曲艺术家张军、知名服装设计师李登廷、女演员李一晓、中国风组合七朵以及网站人气 UP 主纷纷亮相，上演精彩绝伦的演出，惹得台下观众尖叫声不断。演过无数古装剧的青年女演员李一晓更是惊喜现身助阵古风新 look。 在戏里面经常穿古装的一晓现场爆料称，自己私下也是一个古风控。其实我自己也定制过和收藏过很多。没想到的是，一晓不仅是个实力派女演员，原来还是中国戏曲学院出身，唱的一手好戏。虽然已经16年没有登台演唱了，但是这一开嗓立马就惊艳了四座。好的，那我其实已经16年没有登台演唱京剧了，所以今天就在这里献丑了，给大家演唱一段《大唐贵妃》里边的选段《梨花颂》。哇，掌声欢迎！希望一晓可以多多唱给我们听哦。上海报道。